台北金华城容积弊案延烧，市议员因小微涉嫌收受微晶集团主席沈庆金贿赂，金额高达4500万元。北院昨日晚间召开羁押庭，先后裁定因小微、沈庆金以及因的助理吴顺明羁押禁见。北院认为，因小微涉嫌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，犯嫌重大，且有逃亡之余，因此裁定至29日起羁押2月，并禁止接见、通信、